望住呢个位新鲜滚热辣煲出嚟成交啊，就系呢个深水埗南昌街89号南昌中心地下12号铺，而家就坐咗喺呢个嘅金钟嘅咩海富中心呢头，就呢度喺度饮杯嘢，同你讲下呢个深水埗嘅铺啊。咁啊，呢个就系8月11号啦，即系今日咧报成交1828万，建筑面积1039尺。讲咁讲啦，咁实质上嘅时候门阔大概13尺，深嘅时候就大概53尺啦。佢铺咧都入边又阔少少嘅，就16尺到，高15尺到啦。租就49500蚊，就3.25厘回报。咁呢个就系晏昼4:00中影嘅时候嘅街景啦。入边呢度嘅时候咧，三个租客嘅，我都落去睇过下，但系少少我一睇我就即刻拧住面啊走咗去，因为始终个位置麻麻地啊。咁啊，嗰个咧就做呢、这个咩麻辣嘅串。汤啊，咩摩打维修啊，又前面有个好再来一个发廊咁样啦吓，咁啊即系唔知点呢、这个位置就一般咯，呢、这个位置一般啦，不过就1800万你想点啊？但如果你真系单单都5分10分冇意思啦吓，咁你如果真系要俾个分数嘅时候，我就觉得一个4分位咯，咁呢个位置始终前景一样，我唔系太睇到，不过就。系跟阿百货百下，买家睇会睇多好多嘢，可能买家知道好多嘢我都唔知道啊，咁我唔想得罪任何人。Anyway， 你自己睇下呢个位置啊。OK，thank you。